近日，张若昀、唐艺昕新疆被偶遇，带女儿一起度假，画面超温馨。当天，张若昀以简约休闲装扮亮相，白色 T 恤搭配黑色短裤，尽显随性魅力。唐艺昕则选择蓝色牛仔外套与黑色长裤，虽包裹严实，却难掩其清新脱俗的气质。两人墨镜之面，甜蜜互动，爱意满满。小樱桃身着牛仔套装，乖巧地站在父母中间，小手紧牵，构成了一幅温馨的家庭画卷。新疆的自然风光令人赞叹，草原辽阔，沙漠神秘，吸引着无数旅人前来探寻。张若昀独自立于草原，凝视远方，似有心事。而唐艺昕换上裙装，轻盈漫步于花海小径，笑容灿烂，尽显幸福与自在。她的清新装扮，特别是那顶豹纹渔夫帽，为她平添了几分仙气与灵动。张若昀凭借《庆余年》深受认可，而唐艺昕则甘愿成为张若昀背后的支持者，兼顾家庭与事业，展现出贤妻良母的形象。最后，也祝两人永远幸福吧。